因为你信心打得出来嘛。有啲可惜啊，何靖海呢一球反板抽对角，结果落咗网啊！今次能够恭喜印尼队咧，亦都恭喜亨德拉攞到呢次亚锦赛嘅团体冠军。我谂两位小将唔需要气馁啊，两位小将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啦，我俾我哋见到希望同埋曙光。其实大家看到韩成海和周浩东的球、啊、其实都挺主动的，甚至对着印尼队这一对老、亨德拉这位真是已经封神的男双球员，还有一位年轻的非常出色的萨普迪拉、啊、在互相对抗之中呢，其实都不会有明显下风，只不过在经验上面呢就略为欠缺一些，还有防守上面、啊、略为差少少，乜導致輸咗呢兩局波嘅啫。